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肖战人气强劲，称霸时光开启人，玉骨遥片花即将来袭。继沸腾之夜后，企鹅又通过时光盛典召集到了肖战。6月6号下午，企鹅几分钟内一口气官宣了12位时光开启人，肖战紧随迪丽热巴之后成为第二位被官宣的艺人。这样的顺序出场，企鹅也是颇费心思，使肖战避免锋芒太盛又不至于受委屈。企鹅介绍肖战的文案里对肖战是这样介绍的，他是夷陵老祖魏无羡，是痴情的唐三，是真诚温暖的顾魏，也是孤高清冷的石影。《陈情令》自2019年播出以来成为现象级的作品，不仅成为企鹅的看家剧，还把版权卖到海外，俘获众多海外粉丝的芳心。肖战从魏无羡一步登天，成为海内外都有知名度的华人艺人。斗罗大陆的剧版剧情虽说和原著风牛马不相及的小成本剧，但却成为2021年开年以来唯一一部指数破三、收视率排第一的剧。说它是2021年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剧，一点都不为过。余生请多指教，改编自 IP 小说，虽然故事浪漫温暖，却没有同类作品曲折的故事，因此显得真实质朴。就是这样一部璞玉一样的作品，多次登上待播剧景气指数榜的榜首，成为预定的爆款剧。玉骨遥是肖战时隔两年后再次穿上古装的作品，从剧照来看，石影和魏无羡大相径庭，气质形象上竟然没有一丝重复感。肖战为了这部剧每天早出晚归，其敬业精神也为这部剧注入了无尽的魅力。肖战作品不多，但步步都是企鹅的摇钱树。众多一线艺人的时光开启人里，肖战以超高的人气再次令人眩晕，犹如月落中天，明亮的光华使璀璨的星辰瞬间暗淡如萤火。在同一时间里，和肖战相关等我那条内容获得了 3.9 万加留言，转发量为 10.7 万加，点赞高达 46.7 万加。其次是官宣迪丽热巴的动态，他获得了 1.1 万加留言，转发3万加，点赞 9.9 万加。再就是官宣刘亦菲、杨幂的动态，都是12位时光开启人里的获得超高点赞的佼佼者。肖战点赞量竟然是第二名的四倍多。据沸腾之夜才六天，肖战再次出现在企鹅的舞台上，这对粉丝来说幸福来得太措手不及了。就在粉丝沉浸在甜蜜幻想里的时候，玉骨遥官方账号认领了名为肖战人命玉骨遥片花的超话。玉骨遥三月底开机，在两个多月的拍摄期间，由于剧组保密措施得当趋之若鹜的代拍一直不得要领，直到五月中旬剧组拍摄外景逮住机会的代拍，才难得的获得了大量剧透照，多次强势霸占了热搜榜。即使照片模糊，但难掩石影的仙风道骨，剧透犹如开在别院的香花，不可见不可得，但挠得剧迷心头痒痒的，纷纷提议边拍边播。随着时光盛典的开启，玉骨遥的片花也要来了，那时将会是怎样的心惊动魄的场面呢？肖战商业价值在提升，新代言三天销售额破亿，粉丝直呼抢不到。最近肖战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不断活跃在我们视线中，不断带给我们惊喜。6月7日的时光盛典，肖战走红毯是我们最为期待和瞩目的。我们想念红毯站，想念灯光聚焦下闪闪发光的他。同样，我们也期待6月12日关于百威新品的发布会，肖战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虽说作为明星，他最重要的是作品、是角色，这些是硬实力，但是同时附加而来的软实力也彰显着他的热度、话题以及品牌方是否选择他，是否将他放在第一要素考虑范围之内。毕竟一个明星的影响力、商业价值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加持。如果说在各种品牌带货中，大家一下子就想到薇娅和李佳琦，那么在这些明星中，肖战的存在就完全是一个新的时代。可以看到每一次代言的官宣和合作方品牌方对肖战的线下应援真的给足了台面，而肖战也完全对得起这样盛大的偏爱。
各个商场、各个繁华街道都有关于肖战的海报、人形立牌，粉丝可以在很多地方见到。这样大牌面的宣传也是一种对肖战的认可。他的商业价值、他的影响力、带货能力真的鲜少有人能及。在各项明星代言的榜单中，肖战不仅位列第一，而且还属于断层一骑绝尘的那种。肖战向前跑，粉丝在后追，他带领大家一起走向更好，也让粉丝在对他的这份追随和喜爱中，把这些无形的支持化作了有形的数据，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自身的潜力，让肖战拥有更多的选择。用粉丝的话来说，那便是我们要给他创造更多的选择空间，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别人的选择。选不选择是他的事，但是不可以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句话说出了许多粉丝小飞侠的心声，也是每一个喜欢他的人真实的写照。小飞侠与肖战之间的这种缔结和双向的奔赴，是娱乐圈明星和其他粉丝一种难以维持和打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更像一种亲人，一种朋友，一种陪伴，是低谷时的不离不弃，是在巅峰时的守候追随。同样也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些粉丝中，大部分的成年人有自己的理智，有自己的思维，更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他们喜欢肖战，喜欢的是他身上的三观人品，喜欢的是他追逐梦想的模样，所以才会把这些爱都化作一种别样的守护方式，才会在肖战不断官宣新代言的时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他。这不是盲目的氪金，也不是盲目的打榜，是在自己物有所需，还能同时支持肖战，才会做到如此。在肖战最近官宣的几个代言中，具有很高名头称号的也不少，全球代言的身份更是解锁了好几个，这是一种殊荣，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让粉丝骄傲的资本。当然在这些代言中打破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记录，从最近的电动牙刷再到汽水，每一个产品上新的时候都很快售空，许多粉丝只是成为陪跑手慢的粉丝，根本就抢不到。最近618新品牌战报公布后，肖战又一次打破我们的认知。肖战在 Smile 品牌代言中三天销售额破亿，而且405个品牌销售额破百万，49个品牌销售额破千万，5个品牌销售额破5000万，1个品牌销售额破亿。在个互榜中 ,Usmile 四个支线占据榜单前次。而且这只是天单平台的三天销售额，更别说全网加起来该是怎样让人惊奇的数据。这些数字不再是冰冷的阿拉伯数字，而是一颗颗粉丝爱踏而凝聚起来的心。毕竟这些代言真的很实用，从衣食住行到吃穿用度，每个人都离不开电动牙刷，相信现在已经很普遍，这也是之所以能够很快打破新纪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没有什么比能够为自己喜欢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感到开心和自豪的。虽然我们离得很远，做不了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每个人每一小份爱和知识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也真的不容忽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路上，粉丝也会成为黄肖战一同成长、一同进步的忠诚的伙伴和不。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